闲处，坐坐白毡。六月的草原遍地都是蒲公英，快来吹吧，吹出你的骄傲跟放纵。海拔也升到4680了，沿线碰到这些塔吉克族的老爷们儿、老炮、小伙子在雄县，今天只能就是看看国门了，其他的东西都看不上，国门暂时封闭。